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公司与行业》，我是林丽。那本周的 A 股啊，挺折磨人的。周一周二下跌，周三周四略微企稳，到了周五，也就是今天啊，市场是再次下跌，尤其是今天午后是单边下跌，三大指数是全线收跌，上证指数最低是到了2765点，再创阶段新低，而两市的成交额今天是5426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呢是微幅放量了78亿元，依然是缩量的状态。那板块方面呢，券商、国企改革概念、保险、汽车、船舶制造、贵金属等少数板块上涨，而光伏、医疗、消费电子、能源金属等多数板块是下跌的。那今天啊，两市有超过4700只个股是飘绿的，是下跌的。那市场的情绪啊，再度低迷。那么下周市场能否在探底之后出现短线的反弹呢？另外啊，从中期来看，上证指数从5月20号的3174点跌到今天的2765点。那下方的空间还有多大呢？磨底的时间还有多长呢？还有哪些板块的风险还将继续释放？哪些板块和概念股又值得我们中长期去逢低去关注呢？那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今天现场请到了三位嘉宾，欢迎沈纯、赵志金和刘哲，欢迎三位。我首先想请教一下沈纯沈先生啊，市场从3100多点跌到现在跌了差不多400多点啊，离我们二月初的低点2635点其实也就差100多点，130点的位置。所以您觉得目前为止啊，从短期也好，中期也好，下方的空间有多大？另外磨底的时间怎么看？因为9月17号就是美联储可能会降息的日子，那么这个磨底的时间怎么看？首先我上周做节目的观点就是说，我觉得认为市场这边要走好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基础就是成交量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看到上周五的这根冲高回落的上影线之后，本周市场又重新进入到一个这个缩量到减量的一个博弈之中啊，所以量能持续的缩量就代表了市场整体的信心其实是非常弱的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前期比较强势的一些红利的方向，银行啊、煤炭啊、电力啊，今天都开始出现了一个回落。所以我觉得啊，下周啊，首先我的结论是，下周我觉得指数应该说有望来到一个低点，这个低点是所有的指数共振新低加速之后形成的一个低点。虽然判断这个具体的点位很难，但是下面有一个支撑线可以参考，就是上证的有一个250月的月线，大概现在在2758点。之前啊，这个前一次的探底基本上也就到了这根线当中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弹，所以下周这会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那么对于9月份来说啊，这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还是来自于美联储的一个降息。那么从现在来看，基本上没有分歧，一定会降。但是现在降息的一个分歧主要是在于是降25个基点还是降50个基点。因为这两个降息的这个幅度其实是对市场影响是不同的，因为如果是降25个基点，就大家认为这个是一个预防式经济衰退的一个降息，所以外围股市的波动会相对小一点。但是如果一旦这个整个的一个就业数据如果不灵啊，然后这个降息变成降50个基点，那外围的市场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啊。虽然我们说现在的这个美股和 A 股的这个关联度在减弱，但是如果外围市场出现短期大幅向下调整的话，那对 A 股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降息不是在这个降息本身，而是在于降息的幅度，这是大家要观察的。所以在这之前还是会有资金做预期管理，就是可能说回避这样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出现。所以你会发觉就是一直到9月中旬，可能成交量可能都会维持在这样的一个水位，最高7000-7800亿，到现在已经是回落到5000亿下方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明确这样的一个量能的背景之下，首先最适合的还是以观望休息为主，就对大部分人来说，
当下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操作性，也没有任何的赚钱效应。因为市场现在集中有赚钱效应，基本上都是短线活跃资金在包团妖股啊，就最近市场辨识度比较高的，但是基本面又没有什么太多亮点的，但是纯粹的就是这个资金的一个推动，就在减量市场里面，你只要有资金的推动之后，那它就会啊这个持续的一个上涨。但是对大部分来说，这个确实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参考价值。但是这个我觉得到今天为止的那个最强的高标股，其实今天你看它的龙虎榜也出现了机构包括是大的游资的一个卖出，所以如果下周高标股出现大的分歧的话，那第一个面临指数的加速破位，再面临如果高标股出现退潮的话，那可能下周初我觉得指数可能会出现一段加速。但是从空间上来说啊，我觉得加速完之后，那这里应该会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低点，就是这个低点可能是我觉得是后面整个四季度里面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低点。所以对于本身仓位比较重的投资者来说，我觉得当下应该是先等待一下，但是对于比较仓位不重的比较轻的，那么下周初可以观察一下，如果出现这样一个重要低点，指数出现加速啊，然后个股这个情绪也出现冰点时候，那我觉得可以啊尝试一下左侧介入，但是一定是仓位偏轻的啊，这是我觉得对于市场的一些判断。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沈先生认为，如果即使下周或者是九月份，随着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多少的决策出来之后，市场如果出现继续的探底，其实是对于整个今年来说是个中期的底部。中期的底部，对。嗯，好，非常感谢沈先生。那其实说到市场的这个下跌啊，我们看到我们的整个 A 股其实是从2021年开始跌了3年多，也就是说从年线来看，上证指数已经是收了3根阴线啊，那今年2024年是继续收出阴线啊，一个带下影线的阴线。那么今年有没有可能在剩下4个月收阳呢？也就是说这个上证指数今年目前为止到今天是下跌了7个多点，那么到年底4个月这7个多点能回来吗？到底我们目前的这个市场处于一个中长期的一个什么位置呢？底在哪里呢？我想这个问题请教一下赵先生。各位，其实从目前整个走势来看啊，市场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底部的信号，而且从一个中短期的技术指标来看，比如说大家可能关注比较多的 KDJ 啊、RSI 或者说布林线等等，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超卖的一个状态之中，所以说从短线中期角度来看，市场并没有看到一个好的迹象。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什么，我做的一个今年的5月份正好是到目前为止年度一个高点，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历史上面来看，一旦在5月份形成一个高点之后，后面调整的时间周期相对而言都是比较长的。有两个重要的年月份啊，值得大家关注，一就是什么9月底，第二个就是年底。为什么提到九月底呢？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9月份马上后面就迎来了一个长假，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往往到9月中下旬的时候，成交量都是相对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那个时间段，市场相对而言又是一个非常低迷的走势。如果说那个相对低迷的走势出现那种加速下跌的话，大概率在国庆节附近往往会形成一个低点出现。第二个时间点就是什么？就是在年底，比如说12月底或者说1月份、2月份这个时间窗口期，往往又是一个低点形成的到来。为什么？大家也知道，年底了，又是节日到来了，所以说那个时间窗口期往往又是一个中额的反转的机会点。同时，在9月份，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就是在美股市场上，大家刚才也聊到了，就是说美联储降息的一个话题。其实从整个大的时间跨度上面来看，9月份往往美股的表现都不是那么太景气，很多月份都会形成一个负增长的状态。所以说，对于九月份而言，现在还是月头，我们可能对于九月份还要注意好一个过冬的一个准备。更好的什么？到9月中下旬的时候，看看市场有没有出现急速下跌。如果还像现在当前这种每天打酱油的状态，我建议大家继续保持现在这种
淡定的状态，不要太冲动，只有出去急速加速的时候放量了，各位，那么2024年第二波吃饭的行情可能就从技术的角度我们就能寻找到下手的一个机会了。同时如果说啊，到了年底我们那些政策面再度出台一些相关的利好的政策，比如说最近传出来的降准，甚至如果说随着美联储降息之后，对吧，未来我们又有降息的一个空间了，对吧，资金面流动性再次宽裕的时候，也许市场会迎来一个好的反弹行情。也就是说要继续等待政策，而且未来在年底之前，您认为如果一旦市场继续大幅下跌，但同时放量的时候，有可能是真正见到一个中期大底。对，好的，也就是说还需要等待。的确啊，市场这段时间比较低迷，大家都想底到底在哪里。那么未来如果九月份继续下探的话，是否能够砸出一个中期的底部呢？我想请教一下刘先生。好，我觉得现在去就是单独去谈这个这一轮市场的下跌大概到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底部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能够结合两个不同的这个维度去都共同的来看。一个呢就是说政策方面、资金面方面，就包括美联储降息，我觉得都是政策加外围资金面的改善，对吧，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一个因素。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能不能除了一些外部的政策的因素之外再看一看二级市场这个行情它本身的行情的变化因素，或者我们说叫做市场的积极信号，能不能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然后再判断说这一轮市场的底部到哪个位置去结束。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这一轮市场的下跌它并不是一个溃败式的下跌，它是一个有节奏的，说有点类似于就是我们的那种山地里面那个梯田的那种状态，它是跌一段时间，哎，它有一个比较强势的大反弹啊，涨上来了之后呢，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大阳线出现就是一个信号反弹了，它可能又连续的这个叫做回撤式的下跌，然后你又跌了一段时间呢，你在犹豫它是不是要溃败式的下跌的时候，不，它可能有一些外围的这个信息的利好信息的出现呀，又出现了一个叫做大阳线的一个上涨。所以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一轮市场的下跌它没有溃败，它相当于是有所引导的梯田式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下下。那我觉得这样子走的时候呢，我至少能够感觉得到，就是这种跟有的时候就是说部队的这个进攻和撤退一样，它是有节奏的，或者说这一轮市场的下跌它是可以被看到，它是一个就是有这个多多少少能够看到一些规律的，它是有节奏的回撤，而不是说是溃败式的这个叫做逃跑。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有节奏的回撤的话，那么应该就是说市场对它的整体的未来它是可控的。就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看就是说是你这个前进和后退这个队列是有节奏的还是没有节奏的，如果是有节奏的进退的话，那我觉得我对未来的信心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说害怕你的指数开始去往下跌，最怕的是你是一种没有节奏感，没有这个就是找不到规律的那种下跌。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对这个什么时候出底呀，或者说是这个底部到底在哪里呢，它会有无数个问号出现。但是当你这个市场的回落是有节奏的情况下，那我觉得我至少没有那么大的担心。当然可能在我们的就是说从这个股民的角度上面来讲，我觉得也是要分成两类啊。因为大部分的股民他可能白天他要上班，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盘中去盯盘，那但是还有很多的老年的股民啊，或者说一些年轻的职业的这个投资者，他盘中是有足够的交易时间4个小时去盯盘的。那这一类的投资者，就是有时间盯盘的投资者，其实我相信他在二级市场中，即便在下跌的过程中，他还是多多少少能够捕获到一些反弹的机会呀，这个短线的热点的机会呀，多多少少这个规律还是有的。那么另外一类就是我白天可能上班呀，我没有功夫去看盘交易者，那这类的时候呢，他对这个市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感受不到市场中就是那种下跌跌着跌着反弹了，跌着跌着反弹，他感受不到那种
就是那个资金腾挪的那个感觉，他只看到这个下班了之后看了一下，哎，怎么市场又跌了。那这一类的投资者，他可能对我说的一些盘中的这个节奏的感觉，他缺少一个这个感官上的一个感受。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有一点担心了，说你看指数又跌了又跌了又跌了，他是不是我要是不是这个就跌跌不休，就长期这么走下去了。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们这一轮市场的下跌，我的感觉还是非常有节奏感的，啊，跌跌涨涨，跌跌涨涨。所以只要是有规律的下跌，那我就觉得这个行情多多少少是可控的，那我们就不用太担心。那最后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如果我们总是用预测式的判断，说是不是美联储降息了啊，这个指数就立刻反转了，是不是说是我们的政策上出现一个什么利好消息，立刻市场就反转了？我觉得就是也没有必要去过度的去依靠一两个这个政策的信号。就是我希望是既看到一些外围的利多的信息的当然政策出来肯定是好事嘛，然后同步再观察一下。那我们既然下跌是梯田式的，或者说是这个阶梯式的下跌，那会不会它反弹的时候它也是这个阶梯式的上涨，它涨涨停一停，再涨涨停停。那如果说是下跌和上涨能够出现一个明显的或者说明确的二级市场的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反弹的信号的时候，我们再去回过头来看说，哎，这个底部是不是就出来了啊？所以我是希望能够把外部的一些政策的信号和二级市场的走势把它结合起来，最终共同去判断出很可能就是上个星期，就是我假设当这个信号识别出来了，就是很可能我们上个星期的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的行情就是本轮的底部。好的，继续观察。那么但是现在的当务之急啊，市场阴跌到现在，我们该怎么办？第一个，我们如何来应对市场探底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重仓的投资者啊，怎么看手里的这个品种，我们如何来取舍？那么轻仓的投资者可能相对来说要这个自由余地要大一点，问题是重仓的投资者该怎么办？手里不同的股票，红利类的、高股息类的，还是说科技类的，我们该怎么取舍？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普通投资者有什么样的办法来应对这样一个磨底，而且时间比较长的磨底的这个状态？我们有什么策略呢？那这些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沈纯沈先生怎么看呢？就是面对现在跌跌不休的市场，我们该怎么办？重仓的投资者怎么看手里的这个品种？我觉得就是对于重仓的投资者，首先审视一下自己账户里面的持仓品种吧。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整个的一个大的环境跟之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因为现在退市制度相对来说开始严苛起来了，所以如果你手里持仓的品种，如果它的业绩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杠杆负债率都非常高的话，那未来又可能会出现业绩变脸的情况的话，那这类股票我觉得还是要坚决去减仓为主。那么当然如果手里你买的一些比如说因为产业的关系，或者说因为当下市场情绪的问题，也不是杀业绩，而是简单的杀估值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还是等待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对于投资来说其实就分为两类，一类清仓的，其实清仓的它本身可能也是之前重仓套的比较深，然后割了，然后就不看市场了，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这类人，我相信是已经是离开市场了。所以大部分留在市场里面的人，我觉得多多少少其实仓位都不轻，都蛮重的，所以其实今年整个的亏损幅度来说都不小。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无非就是等一个市场的一个底部，或者说等到现在等一个反弹。因为现在反弹说实话从这个七月份开始到现在其实是单边跌了两个月，七月份八月份都是指数都是中心不断下移的，所以我相信九月份再出现指数大幅度的下跌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大的。而且现在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当然市场情绪也不强，但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和八月份最大的不同是，八月份阴跌的基本上是个股和一些小盘的一些指数，双创指数等等，包括中证1000啊、中证2000。但是你会发觉最近开始加速下跌的是前期不跌的指数，一个是上证50，一个是上证指数，然后一些我们看这个基金重仓指数也好，或者说 A 股的平均股价指数也好，基本上短期至少这一周它都没有创新低。所以如果下周这个指数就是这个权重类的指数如果再加速往下跌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容易看到一个阶段性底部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底部。因为对于 A 股历史上至少在最近的5年里面，我觉得没有看到过 A 股出现这种磨底的底部，没有看到过，无论是2022年当时的4月份还是10月份，还是再早一些的19年的18年的年底19年初，就是指数始终形成的都是尖底。就是为什么 A 股你会发觉尖底
基本上都是一个形成一个 V 字的一个反弹，是因为市场 A 股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市场的这种情绪的极端的割裂，就是一个是砸下去以后恐慌盘砸出去以后大家都非常的悲观，很多人都离场，然后突然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个情绪当中的一个扭转，所以 A 股往往出现尖底的时候都伴随着成交量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一直说要观察量能，为什么？就是说量能啊，这个变化不是说一定是说有多少的增量资金买盘进来，同样的下跌它也可以放量，就是只有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和放大它才能改变趋势，否则如果量能没有变化，你就是这种四五千的量能它持续就是这样的一个阴跌。所以对于仓位轻的投资来说，其实你要观察的盘面的信号最重要的信号就是成交量啊，我觉得不管是下跌也好是上涨也好，只要量能出现一定的变化之后，那这里就是酝酿一定的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对于九月份来说大家其实就是在等待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我觉得好的一面就是之前强的指数开始出现了一个加速，那坏的一面呢就是这个量能还是在进一步的萎缩啊。所以如果是下周初看到指数的加速带动成交量的放大，再比如说这个本周比较强的那些高标股啊，同样的出现一次退潮或者说是共振的调整之后，那我觉得下周的这个机会应该来说会增加，就是其他的那些外围的因素你不用考虑过多，因为你更多的只是咱们只是从盘面来说，因为市场给到的反馈它其实是最真实的，就其实你要相信市场它其实是永远是对的，所以当市场出现变化的时候，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仓位轻的不包括啊，你是盯盘的，那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哪怕这个地方你去试错，那我觉得这个里面啊，可能这个承担的这个风险可能也会相对更小。嗯，的确是市场的变化是非常难以预测的，不管是最高点还是最低点啊，过去那么多熊市都证明了很少有人，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最低点在哪里，所以我们怎么来顺应市场来应对，有没有什么投资方法或者是策略呢？那有人认为可能长期定投一些宽基的指数，就像拥有无限的子弹，可以在底部不断的进行一个抄底，那么这样的方法到底现在合不合适呢？或者说我们如果采取长期每月定投宽基指数基金的话，哪些指数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好一点呢？那这个地方我想请教一下赵先生。各位，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投资者而言的话，定投的这个方式其实是一种比较好的降低风险的一个方法。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大家可以想想，如果说你是采取那种一枪投满仓干净的手法，那如果说你踩对了时间点，那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收益，但是如果说你的时机没有选择好，那也很行了一个巨大的亏损。但是如果说你采取一种定投的方式的话，特别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今年以来，国家队一直是在买入 ETF， 对吧？大家可以想想他买的都是什么宽基率的 ETF， 特别是沪深300，大家很容易在它分时图里面看到一会儿成交量放大 ETF 往上涨，对吧？其实它也是采取一个分期的一个策略，因为很简单，大家想想，如果说你采取一个分批买入的策略的话，你的成本其实是在不断下降的，而且刚才沈老师也提到一点，就是随着国九条的到来，退市的制度更严格了，而且2025年就正式开始实施，很多公司都有可能会触发相关的一个退市的条款，在这种状态之下，个股风险可以这么说，用四个字来形容，防不胜防。但是如果说我们买 ETF 的话，很告诉各位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风险，而且大家看到吗？现在沪深300 ETF 的市盈率只有多少？动态只有不到10倍，上证50的市盈率动态不到9倍。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只是拿红利的话，简单的红利啊，也就是10年、9年就能收回来。但是如果说一旦行情开始起来的话，对吧？这些优质的股票肯定会是市场未来最得到资金关注的，因为很简单，国家队也让你做个榜样示范的效应了。他在如此低的位置买进去了，肯定就是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输时间不会输钱。所以在此位置，我们长期关注宽基率的 ETF 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么哪些能关注？比如说沪深300、上证50，甚至红利 ETF， 其实我都认为啊，也值得大家去关注。毕竟它的分红放在那里，而且现在有一些 ETF 已经把它的分红规则改变了，变成了每个季度都能分红，
不在此之前呢，很多年可能都不会分红一下。当然这是稳健的，如果说你想取得一个更大的一个波动力的角度弹性，对，那可以关注比如说创业板、科创100啊、科创200啊等等，甚至创业板也值得去关注啊。所以说想要取得弹性的波动力的，可以关注一些科创类的 ETF。 嗯，也就是说其实长期定投、每月定投、宽基指数基金啊，是值得我们在整个市场磨底阶段的一个非常好的策略。最近也有个数据啊，是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呢，最近五个交易日啊，跟踪沪深300指数的 ETF 获得了超过131亿元的资金流入。此外呢，跟踪科创50、港股通互联网、半导体以及军工领域的 ETF 也获得了资金的青睐。也就是在底部磨底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适合的这个投资策略。那刚才啊，赵先生也提到了个股风险很大。那说到个股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有一些高标股表现得很强势，包括我们看到今天高位股是继续的获得资金的抱团啊，尤其是私募游资啊，包括深圳华强啊、科森科技、大众交通、老百姓等等是继续涨停。那么这些个股的风险目前有多大呢？我们普通老百姓到底适不适合去追入这些股票呢？我想请教一下刘先生。好的，如果是仅从个股的角度上面来讲，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去追涨那些高标，就是已经涨幅比如说短期内积累了翻倍甚至更高的涨幅的这种品种，因为它属于是我们说这个经常二级市场有个词叫人气龙，因为人气很旺盛，大家都这个龙头效应很足。那这样子的票呢，难点是什么？难点是你不知道它哪一天这个人气就突然之间就可能就一下子就像泡沫一般的就散去了。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建议去大家去追高，或者说是它涨得越多你越去追，不要干这件事儿。但是这个现象的背后，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一个比较积极的正面的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说我们的成交量在逐级萎缩的状态下，我说过我们的市场前提是梯田式的下跌，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下，但是在这个下跌的过程中啊，并不是说一点规律都没有。就在前面说我们现在现象，一个是看到上海地区的某一些股票它走得比较的强劲一点，然后紧接着就看到了深圳地区的某一些股票它走得也很强劲。那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说是不是说上海国资、深圳国资的某一些他们选择了一些热点，选择了一些比较好的个别的方向，去释放出了做多的热情，它也给二级市场带来了一些示范效应。当然我们说很多时候说做一些比较积极的方向性的这个改变的时候，需要去看一些特区的方向嘛。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就是每当就在今年的行情里面，每当上海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芯片类的股票开始涨完的时候，你过不了多久你会看到这个深圳那边就说那我们不能落后，我们也要去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跟芯片或者说是科技赛道有关的一些品种，它也要去做出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龙头示范性效应。虽然它没有能够形成对整个板块或者说整个大盘形成一个很积极的带动作用，但是它作为一个局部的热点，那个热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一轮市场，就是说你看起来好像是一点一点下跌的过程中，它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方向。而且我觉得说你看到一些上海的一些科技类的股票、芯片类的股票开始去有明显的热度的时候，然后又看到了深圳的也出现热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会看到其他地区的地方国资一些品种，我相信也会有类似的一些表现。所以就是说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一轮市场回落的过程中，亮点是非常有的，而且地方国资上海和深圳绝对是值得我们重点去挖掘的一个点。就像我延续您刚才说的，就是最近我们看到各地的鼓励消费的政策是不少的，上海啊、深圳啊，今天晚上又有新的政策啊。您觉得这些鼓励消费的政策会对我们 A 股的某些盘面上的亮点会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吗？肯定会有，
但是难点在哪儿呢？难点在于说你的大环境是成交量萎缩，市场是下跌的过程中，所以它有的时候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啊？会导致说这个热点出现了之后，它到底是热一天两天，还是说能够持续稳定的热一段时间？那这个是有区分的。我们仔细看了一下消费类的一些品种的时候，就是如果是在像比如说之前的一段时间，它是以发放消费券的方式去刺激，那那个时候呢，这个二级市场的行情往往是不到两三天，这个行情可能就断了。但是好像今年在鼓励消费这个方向上面，至少还是做出了很多积极的努力。第二点就是说，似乎在传统的这个销售渠道领域里面，就是超市呀、商场呀、传统的超商这个领域里面，似乎在今年发力的二级市场的发力的表现的力度会更大一点。所以我觉得你把握这个两点，就是一个是方向，一个是就是你当然选择上海和深圳可能会更简单一点，对吧？那可能相对来说还是能够在中短期内获得一些比较好的短期收益的。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观点啊。的确，其实说到市场啊，刚才也说到了现在热点轮动非常快，比如说啊，之前有过表现的折叠屏概念股啊，或者是有过一两天行情的光伏概念股，尤其是消费电子这些板块啊，也是仅仅是热了一两天，可能马上就歇菜了。这个热点轮动非常快，怎么看待这些热点轮动？未来这些板块到底机会大还是风险更大呢？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炸锅一热，沸水一煮，预制菜简直不要太方便。但作为预包装菜肴，常被认为没营养，事实上严格的制作流程品质把关，来清密封，严格杀菌，低温注院，保留了菜肴应有的营养价值。即使辣子加热食用，也只是流失一些怕热的营养物质。食安小提示，科学认知，理性选择。老凤祥藏宝金提醒您，精彩继续。有喜事就有老凤祥。好，欢迎回来。那关于我们的板块热点在哪里啊？前段时间有不少人说，哎，这个消费电子也以及折叠屏还有机会，但是我们看今天盘面啊，都表现一般啊，都是下跌的。怎么看待这些那么快速变化的热点呢？另外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在网络上直播当中问啊，我们消费板块怎么看呢？白酒啊，食品饮料到底什么时候见底呢？那这些问题我先问一下沈先生。首先消费板块我的观点是不看好，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我觉得整个的一个仓位，就是机构的一个持仓其实还在一个出清阶段，因为我觉得一轮熊市下来其实你就看调整时间就可以了，就最早开始调整是半导体，到后面开始调整的是核心资产，到后面是新能源。其实消费当中其实有很还有像白酒，其实是食品饮料是算是当中最抗跌的一个方向，但其实从中报的表现来看，其实这块的回落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再加上这个食品饮料包括白酒啊，外资其实还拿了比较多，所以最近因为我们看不到北向的数据，但是应该能感觉到这里的一个卖压其实还是比较重的，所以消费我觉得这个地方尤其是白酒这块还是要谨慎一点。但对消费电子来说，我觉得中期其实我是看好这个板块的，但是因为前面也说了，因为市场是一个减量博弈，所以减量博弈当中它就会有一个板块的轮动，再加上当下的资金因为都比较的犹豫谨慎，所以很多的资金就是拿着中长期的逻辑来做短线，就是说啊，虽然他们的中期这个业绩也有，包括消费电子其实半年报他们的业绩其实比较亮眼的，但是因为业绩落地了之后，再加上短期热度上来了之后啊，就会有资金提前做一样的兑现，所以我觉得对消费电子来说还是要掌握好一个交易的一个节奏，就是短期涨上去了，那你适当的可以做一些波段，但对这个方向上来说我觉得确定性还是很高的，因为整个消费电子的一个周期啊，我觉得应该来说在慢慢的一个临近，因为很多的一些新品
啊，我们先不说九月份的新品的发布，从未来来看，整个的 AI 所带来的一些啊，这个消费电子的一些创新的一些产品，它都会带来整个行业竞争度的一个提升。所以消费电子我觉得是大家逢低依然还是可以去重点去看的，但是对于消费的那些其他的一些板块，我觉得还是需要偏谨慎为主。嗯，也就是消费板块其实也有很多细分的，他们有不同的这样一个逻辑啊。好，非常感谢沈先生。那其实说到我们刚才说的是热点轮换比较快啊，其实最近是下跌的这些小股票啊，一些小的概念股也好，科技股也好，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两天啊，也有少数板块是上涨的，比如说是汽车整车板块啊，有人呢也把这个板块归到这个出口出海的这个链条里面。那么这个板块具体怎么看呢？我想请教一下赵先生。我这里首先要提醒一下各位，随着大盘指数跌到2800点下方，目前很多股票的价格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如果说一旦这种短期的调整结束之后，那些优质的公司很有可能会得到资金的一个追捧，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上涨。这是一个我们从大的角度上来看的。那么我们再想一想，在整个大环境不是那么太好的情况之下，有没有那种结构性的行业走得比较好了？其实我一直关注一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的报表，每个月都会有，它就会告诉各位哪些行业最近业绩在增长比较快，排名前几位的是谁，哪些行业不太好，下降幅度比较大。这个如果说各位经常关注这一个数据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整个汽车行业在今年至都是呈现一个净增长的一个状态，而且是排名相对靠前的。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就是大家所谓的出海。确实我们国产汽车在国外的竞争力现在是非常的强，大家如果说关注新闻也会得到相关的数据。另外其实我们国内市场也是相对比较景气的，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刺激消费，对吧？不仅有汽车报废的补贴翻倍，之前大家可能说一辆报废的汽车只有几千块，现在突然说给你2万块钱，大家可以想想，2万块钱再加个5万甚至7万块钱，你就可以买一辆10万块左右的车。但是大家要知道啊，现在的10万可能相当于之前15万的车，对吧？因为不断的降价之后，汽车的档次配置其实是在不断升高。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整个汽车国内的消费其实是非常景气的一个状态之中，所以说汽车值得我们去关注。另外刚才我也提到了，目前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占比已经超过了50%，一直呈现一个稳健的增长的一个快速的状态。所以大家可以想想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是不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去年是问界，对吧？ M9 出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带动了一个1000亿市值的公司产生了。随着未来新能源汽车不断的一个升级，比如说前段时间小米汽车，对吧，也带动了一个景气。未来我们相信汽车产业依然还会不断的推陈出新，往往在这种状态之下会带来一个不错的表现。而且我们看到今年是汽车行业的现在新老大，对吧？比亚迪，大家如果关注一下也发现2024年其实人家没有跌，而且是上涨的一个状态。有些汽车板块的股票其实也在不断处这个强势创新高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中，对于整个汽车板块而言，现在值得我们重点去关注什么时候开始下手，等市场条件一旦成熟了，你做到有低而放矢，到时候就会水到成功了。最近呢也有一个关于自动驾驶的一个消息，就是特斯拉宣布预计2025年第一季度在中国和欧洲推出 PSD 系统，这就是一个FSD 系统啊，自动驾驶的一个系统，有待监管部门的批准啊。那么平安证券的研报就认为，这可能会成为国内自动驾驶的一个鲶鱼啊，可能会加速高阶智能驾驶在国内的落地，可能会对于这个智能驾驶领先的一些车企或者供应商可能会受益啊。那么是关于智能驾驶。那我们回到出海这个概念，我想继续追问一下赵先生，出海的这个产业链其实还包括白色的家电，也包括机械，还包括一些电力设备的一些配套设备出海啊，怎么看待这些出海相关的产业链？
应该这么说吧，电力设备和一些高科技产品，其实在海外市场，我们的销售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么说吧，我今年就走了很多上市公司，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就这么说，前几年他们到国外德国，比如说参加某个科技产品的展览的时候，当时人家看我们是这样子看，俯视，但是最近是不一样的，这样子看，抬起头来看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产品的技术实力放在那里，不仅科技过硬，关键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性价比特别好，所以说往往国外产品都竞争不过我们国内的产品，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内的一些优势的企业都会在海外进行一个生产，特别是东南亚地区都在进行一个建厂的一个状态，而且他们的目前市场销售也是非常可观。而且我们再举一个海外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日本市场，其实有些大的汽车企业在整个国内市场饱和的状态之下，他们依然取得一个稳定的增长，原因在哪里？就是海外，对吧？所以说现在我们才在国内一些优质的企业能够到海外市场去布局，也是走着一个相同的一个道路，所以对于未来而言，这批公司肯定会吃到出海的红利。中长期值得挖掘，继续在出口啊出海的这个产业链上来挖掘一些机会，在市场，尤其是如果市场在继续探底之后，这些机会值得挖掘啊。那么其实说了出海概念值得大家关注之外呢，还有一个概念大家最近啊，尤其是今天有一些市场的表现不错，那就是产业并购啊，并购重组类的概念，包括一些国企啊等等啊，都是产业并购相关的一些概念表现活跃。那么这个概念有什么样的政策呢？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那就是最近我们看到今天产业并购啊，并购重组概念是表现不错啊，之前也有这个中船的这个合并的消息啊。那这些并购重组其实是有跟政策有很大的关联啊。前段时间出了一个新的政策，不知道大家关注没有啊？那么政策的名字叫《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8条措施》。那这个措施呢，发布了2个多月以来呢，新迈医疗啊。新联集成啊，纳新威、爱迪药业、富创精密啊等等很多16家公司是接连发布了产业并购的方案。其中呢，半导体、生物医药领域并购重组的典型案例是不断的涌现。而2024年以来呢，在一系列支持政策密集出台的背景之下呢，中国并购市场的活跃度是显著的提升。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船舶和中国重工的合并，以及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并购活动啊，是不断的出现。产业的并购啊，硬科技类企业的并购，国资的并购等等啊，这些并购重组的新趋势，又会给我们的投资带来哪些新的启示或者新的机会呢？我想请教一下刘先生，怎么看待未来并购方面的机会？我觉得并购重组应该是证券市场或者金融市场永恒的主题，就是整个金融市场运行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规律，就是不断的找机会并购重组。那当然，在并购重组这个题材里面，它有我自己相对来说就是觉得比较感兴趣的有3个方向，一个叫是
产业链的并购，就是在一个行业里面寻找一些比较好的龙头性的企业，以它为主导，然后呢在整个这个产业链条里面从上到下能够把它的规模做得越来越大，这就是类似于我们中国人讲叫一条龙服务啊，这是一种并购重组。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跨地区同行业，它为了让大家去更多的去减少，比如说为了统一采购呀，或者说降低这个内部之间的这种同业竞争呀，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率呀，就是为了这是叫做横向的并购重组。还有一种呢，就是拼规模，因为可能就是说大家干同样的一件事儿的时候，一个行业的时候，谁的规模更大一点，那可能谁在整个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啊，上下游的竞争力，它就会更好一些，整个资本的力度更大一些，这叫做为了规模而去啊，把这个规模怎么说？人长得胖一点的，这也是一种并购重组。那我们在这一轮里面，我觉得我相对来说比较关注的还是去看，就是同业异地不同就是同一个行业，但是在可能在产能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域，但是呢在市场的竞争力方面呢，大家的制造业的水平都很高，那么在竞争的过程中避免内部之间比如说打价格战，那你同样的这个订单外这个海外的订单过来了之后，我们争一下啊，你降一点我降一点，这个就不太好。所以就是说往往就是在制造业的水平比较高端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候呢，进行一个同业的一个并购的重组，这个时候呢，一个是规模上去了，第二呢，对外的议价能力上去了，第三一点呢，就是内部的成本就降低了。所以这种并购重组，我觉得是市场中是最喜欢的一类的并购重组，而且一通俗一懂一说就多。当然，我们在之前的我印象中好像是大概一几年的时候吧，在国际市场上就上一轮。当年是就是欧洲那边债务危机之后呢，就曾经发生了，就是印度的钢铁企业米塔尔并购了这个全世界当时是欧洲最好的钢铁厂，这个他然后就把整个欧洲地区大部分分散在每一个小国家城市的这个钢铁厂，组成了一个大的一个联盟，它就是一个同业并购。你说都是做了同样的钢铁，那只不过就是不同的地域，我们把它并到一起。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国内不是也是就是宝武合并嘛，也是说那既然你们欧洲可以做这个钢铁行业的并购，那我们也同业，那我们就有了宝武。后来我们在整个的原材料比如说铁矿石的采购的这个能力上面呢，我们的议价权就更高了，当然我们的质量也更好。所以我们发现当钢铁行业成为一个基础的并购完了之后，基于钢铁的制造业是不是你也应该去做一个类似的一个并购的一个重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顺势而为，并且是市场中非常期待的一件事儿，只不过是刚好等到了这一次市场就是比较低迷的机会啊。就是你看这个国际上很多并购的时候，它也特别有意思，它一般都是借着整个金融市场比较低迷的时候，这个时候并购的成本比较低嘛，就是需要的资金的成本会比较低。第二点呢，就是两边愿意合在一起的那个这个抱团的这个内部合作的这个意愿也比较强烈，就是顺势而为的把这个并购的事就做好了。所以我觉得刚好我们现在的市场，我们说梯度式的下跌，行情也不是特别特别的火爆，那这不就是一个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并购重组的机会嘛？所以这肯定是市场中的主线啊。也就是说并购重组啊有望成为市场主线，因为我们看到从西方全世界的金融市场来看，在市场磨底低迷的时候，经常会发生大企业并购小企业的这样一个机会和事件啊，这也是我们整个经济磨底当中啊市场格局改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啊。那其实说到并购的机会，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半导体、生物医药等等领域并购的这个事例是比较多的，那么哪种并购，哪些行业的并购更值得我们关注呢？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我觉得就是并购，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看并购的一个性质，就是两个企业或者说产业链上下游它并购的目的是为了做优做强还是为了做大规模。就是做优做强和做大规模本质上的区别，就是做大规模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降本增效。所以其实我们每次看就是 A 股历史上凡是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并购事件的话，什么时候对股价有正向的刺激？第一个肯定是伴随市场的一个
一个环境。如果市场好的时候，像当时南北车合并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行情。但是刚刚提到的像宝武合并，其实并没有泛起什么样的一个浪花，所以市场的环境也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并购最后还是要落地是业绩，就是如果 A 企业并购 B 企业， A 企业本身是一个很优质的企业，但是如果 B 企业它的一个资产并不是很优良的话，那市场其实它也会是用脚投票。今天其实有一家煤炭类的企业其实也是有并购重组的一个消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的反馈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它并购那家企业其实它的净利润它的一个业绩的增速都是比较差的。所以就是 A 和 B 的并购最后反馈到你的财务报表的合并当中，是不是能够带来业绩的提升，因为只有业绩的提升最后才能带来估值的提升，市场才会给到正向的反馈。所以这是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一点。的确是，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有一家南方的制药企业也是因为要并购一家也是医药类的公司，因为溢价非常高，但是却不能给它未来的利润带来增长，所以受到了交易所的问询。所以说的确并购也要看是不是真的能够整合产业链，是不是真的能够提升效率，构成这个规模效应啊。当然并购也有一些好的例子，比如说其实我们前几年的煤炭行业的这个供给侧改革啊，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它也是一个并购的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例子，使得煤炭行业在过去几年涨势不错，尽管最近调整啊。所以怎么看并购的机会和风险呢？我这个问题再抛给赵先生。各位，我们其实把科八条这个主要的政策指导啊，我们要好好的看一看。首先有一点，它鼓励的是产业链的上下游和同行业之间的一个并购。大家如果说想一想兼并重组的话，我们可能想到2015年那个牛市当中，有很多公司也公布了一个兼并重组的方案，当时在市场上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效应。但是那个兼并重组跟现在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刚才我提到了，它是一个产业链和行业当中的一个兼并重组，其实是鼓励企业做大做强。而2015年那个重组可以这么说，就是画蛋糕。所以说在当前这种环境之下，我认为现在更是一个供给侧的改革，未来的机会更大一点。好的，我们等待希望这样的能够出现这样的机会啊。那我们其实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今天市场还有一些涨跌的板块，包括金融啊，包括贵金属等等啊，也值得我们探讨。我们广告之后接着来探讨。炸锅一热，沸水一煮，预制菜简直不要太方便。但作为预包装菜肴，常被认为没营养。事实上，严格的制作流程、品质把关，排气密封、严格杀菌、低温注院，保留了菜肴应有的营养价值。即使辣子加热食用，也只是流失一些怕热的营养物质。食安小提示：科学认知，理性选择。好，欢迎回来。其实说到我们的板块，说到我们的市场啊，除了受到我们国家的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的影响、流动性的影响之外呢，美联储降息，美国的货币政策是对整个全球金融市场、对各类资产的一个重新定价的过程。那么今天晚上有一个最新的数据，我给大家报一下啊。美国的最新数据，美国的八月非农就业人数是增加了增加了14.2万人。这个是大幅低于预期的，预估的人数是增加16.5万人，前值是增加11.4万人啊。那另外，美国八月份的失业率为4.2%，
预估为4.2%，这个是差不多。那怎么看待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的这样一个消息？对于美联储降息以及对于全球的资产 A 股的资产 A 股的市场有什么影响呢？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因为我觉得就是美国的美联储的降息，它其实就看两个指标，一个是 CPI 指标，还有一个就是就业的数据。所以现在如果 CPI 也在持续的走低，包括这个非农从昨天的小非农到今天的非农就业数据都是不及预期的话，那大概率就是九月份一定是降息了。那而且从现在来看，如果这个经济数据也不及预期的话，那降息的幅度会增加，有可能会降50个基点。所以降50个基点就是前面我提到的那种情况出现，就是大家对于海外经济的衰退预期在进一步的增强，这个会影响这个美股可能会在九月份会出现比较大的波动。那当然对 A 股来说还会是相对偏正面的，因为就是它会影响到这个我们这边的货币政策，就可能会有一定的腾挪的空间。那在分子端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如果分母端能够出现一定的改善的预期的话，那其实对 A 股来说其实是一个利好。那当然就是这次如果这个美联储如果降息快速的话，那其实对大宗其实也有非常影响。就是这次的大宗其实不能用原先的大家一种经济学来去看，因为大家原先看降息美元指数走弱，那大宗应该是应该涨，包括对，包括贵金属也是涨，因为它和是美元计价的嘛。是。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是衰退预期加强的话，大宗它一定是出现快速的回落，而且最近这两周大宗回落的幅度是非常大的，从这个黑色系到原油，包括大家看那个运价。质量问题，不想试错，新的消费者不会那么愿意再为纯粹的品牌溢价再买单了。现在是对营销人来说是最坏的时代，但是对于消费者真的是最好的时代。白牌市场究竟有没有门槛呢？可以做一辈子白牌吗？白牌向品牌的转变是一个沙里淘金的一个过程。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全球视野、宏观经济、行业趋势、市场环境等多维度，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5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一村一溪一风景，一镇一河一风情。你的家乡是不是中国最美村镇？用脚步丈量泥土的厚度，用产业提升发展的速度，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幸福指数，用责任与担当为乡村振兴添柴加薪，弘扬典范，彰显成就，鼓舞创新。2024最美村镇将颁出典范奖、成就奖、创新奖、最美乡村服务官、最美国际小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凝聚前行力量，向世界展现宜居宜业和美的中国。第一财经发起，联合80家主流媒体共同主办，焕新振兴之力，绘就乡村未来。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